对，接下来是导演亲自要操刀，我一直很好奇，导演有剪过人家头发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导演一直告诉我说，第一刀要从哪里下去啊？对啊，准备了啊？可以了吗？开机了吗？开了。哇哟！哇塞，你这感觉很爽，很怪哦。哇，很爽啊！原来我说，等一下，把古仔啊、全剑帝啊，全部都叫来。我怕大哥打我。哎，这样好像那个 taxi Robert De Niro 对啊 ，taxi driver 那个。Are you talking to me? Are you talking to me? 要跟导演拍一张照的。真的拍啦，拍啥啦？OK 啊。其实我的头还蛮圆的，对啊。我有问我妈，我妈说小时候睡觉的时候会帮我一直挪头。哦，会有压着哦。对啊。好了，那个导演已经准备在九龙城寨里面开一个理发店。对啊。好的，差不多。现在对讲机已经在拖导演了。哦，辛苦，好，我们认真拍戏哦，不是开玩笑的。演艺生涯原是梦，当歌手可以每天都帅气，每天很帅很漂亮，当演员就要跟着戏的造型去走。哎，那我不就没有洗发精的广告了？但会有生发水的广告。但如果价钱出得好的话，我们可以考虑考虑。这手感好怪哦，好像是洗碗洗锅子有一种中刷，有没有？摸自己的头，距离我上次光头应该有二十几年了吧？上次是为了拍《黄飞鸿与十三姨》，我演梁宽，我其实当时只是为了要唱主题曲。剃光头之后，发现，诶，没有办法上通告，歌手宣传没头发也很好笑，其他的戏没有头发也没办法演，所以那部戏拍完之后，我应该有大半年没有工作，好惨哦。那现在有点凉哦，我看我带他去买帽子，这种帽子不保暖，我怎么洗头啊？水冲一冲就好了吧，也有它的方便啊。